山的冰河，我又到这个 Kamloops 这个 BC 省的这个地方，就变得这么宽阔。你看这个地貌，好奇妙啊！青山绿水的地貌，走到这个地方以后，就变成像沙土山，连草长得很少，稀稀拉拉的几棵树，真奇妙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公园的名字叫 MacArthur Island Park， 麦克阿瑟岛公园，和那个美国的将军麦克阿瑟大概没有关系。看这条冰水汇集成的河，走到这儿好宽阔，浩浩荡荡的，就那个地貌特别奇妙啊，像那个热带的那种地貌。你看这儿就变成这种这个样子，好漂亮的一棵树，这花园。他介绍说这个麦克阿瑟公园啊，就有各种的体育设施，什么运动都可以在这儿搞。哎呀，挺棒的。哎呀，这个公园啊，说是 BC 省最大的城市的公园。咱们看看，整个一座山围起来，到处都是，七弯八拐的小道子。看样子他们这些人逛公园啊，就是爬山玩。哎呀，让你看看这个小道子有多复杂。哎呀，看看看看看，哎呀，爬山的人呢？我们看看这小道子，它这图，哎，说是按照这个小道子走啊，免得你们出危险呢，也不知道这能出什么危险。但是这个山的地貌，你看，都是些耐旱的植物。看样子这个山上的沙石啊，你看这个都是沙石路，都这种。刚从落基山那个，郁郁葱葱的地方和那个整块整块的岩石的地方，哎，出来以后才几个小时的车程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好神奇啊！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现在就从 Kamloops 出发去 Vancouver， 你看这个，看看 BC 省的风景。这个地方离 Vancouver 还有250公里。这个颜色，难怪它湖底啊像翡翠一样。看，这从那个西边落基山西边围上来的这个冰河，这个地方离温哥华还有180公里。瀑布是从天上来呀，看看，看看，哇，好从那边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这瀑布，哎呀，我看看有多高。哎呀，看这头顶上又高涨了。树底下长的都是蕨类的植物，我不知道拍《阿凡达》那个地方
哎呀，有没有这个地方好啊？这简直是想象不出来的美啊！这么大的树，这么大的北美红松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这是听说过，真是，哎呀，此景只应天上有。你看那个树上长的那个青苔，一串子一串子的，它不像那个绿野仙踪上面说的那一样。哎呀，那人写那个东西，画那个东西，肯定是看见过。这个瀑布那个下面蒸发上去水呀、啊，就这个树上，你看，让树上结成这么厚的那个青苔。你看这个树，哎呦，哎，哎呀，这个树长了几十米高的树，好家伙！这个华尔道夫酒店，啊，1940年代是个好老啊。看看这老式的样子，哎呀，不知道内部怎么样。今天晚上住在温哥华，就住在这儿嘛。就这个酒店，哎，他说在港口边上，但是很旧啊。